Hello， 早安！今天是我们壁纸工程，今天就要完工哦。我们来看看今天完工哪边呢？壁纸工程最主要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团购店的前区，这三区这三面墙，我们冷气下方也会贴壁贴哦。壁纸，这是团购店的前区，然后还会再贴团购店的后区的这个面墙仓储区。我们看看哦，这三面墙。这边是我们明天工程，明天会上我们更新棉新板。这边是摄影工作区，摄影工作区后面后区呢，这边也会贴壁纸师傅，也记得帮我们贴这一区的壁纸哦。然后洗手间的前区，我们楼上阁楼区是我们的休息区，然后这边是宝宝们平常的休憩区，今天也会做全室的贴壁纸哦。耶、yeah, ！今天壁纸师傅呢辛苦你们哦。壁纸工程来到了现在的三分之一，现在壁纸师傅呢都把墙面呢上了胶水，然后现在在做静置，然后待会能够让墙壁有一定的粘性，然后待会壁纸会比较好上去。后区这边仓储区这边的壁纸工程现在已经到达了如火如荼的阶段，这面是我们的仓储区跟工作区。那么摄影工作区，那仓储区这边呢也会贴上壁纸哦。那仓储区的另外一面墙也已经贴好了，后区这边的墙面。壁纸工程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会让我们的工作室不管是团购店或者后区，整个墙面都会瞬间变得美轮美奂哦。我们现在做团购店的全区，师傅一裁切完之后，然后呢再用壁纸快速的卡丘啾妹卡丘啾溜来，胶水上了之后静置一会儿，然后壁纸。再透过师傅的专业的裁切大小之后呢，再直接粘贴上去。壁纸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程，就是有关乎店面的美观。耶、yeah! ！现在是下午快五点，我们壁纸工程完工，整个店面呢经过壁纸贴附之后，变得非常非常的新颖哦。好，感谢我们的壁纸师傅们辛苦的帮我们贴壁。摄影工作室的后区仓储区，耶、yeah, ！谢谢壁纸师傅辛苦的忙碌这一天。洗手间前区，哇！壁纸贴附完之后，怎么看起来很新颖的感觉？哇！这壁纸贴附之后差好多。我们来看看阁楼，哇！看起来新颖的非常非常非常多哎，哇！壁纸贴附之后，真的看起来非常的舒适哇！你入镜了，帅哥入镜，哎，差很多哎哇！我给你们拍拍手了，好哦，这是我们的壁纸工程完工喽。